脖子上画个口红印，想看看喜欢的兄弟女儿反应。没想到兄弟突然回来了。不会以为是他闺女亲的吧？部长，你女生为啥要涂口红？那有为啥呀？就好看呗。哦，那你今天涂这个是啥口味的？我瞅挺好看的，我能尝尝吗？咋尝啊？就是你往我嘴上涂点呗，我尝尝。那口真。 那口红能有啥味儿啊？哦，口红不分口味的。哎，部长，那个我这个衣服领有点紧，我新买的衣服好像买小，你帮我看一眼，是不是XL 的？是XL，你平时穿XL是吧？对呀，是吗？是。啊，行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部长，你看我脖子疼，你帮我揉揉呗。你没看着搁这忙呢吗？你有事找我爸去。 部长，怎么今天不太开心呢？不是，你有事你跟我说说呗，啊？真没事儿，我有事儿我去忙去了。不是，你这也不忙啊？你看你咋的了？你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跟我说呗。注意点。啥注意啊？口红印儿啊？那我自己画的。 我想看看你啥反应。你以为我有女朋友了？你吃醋了？我吃什么醋啊？你赶紧擦了吧，一会儿让我爸看见不好了。手擦不方便，你帮我擦呗。你这也太难擦了，你这让我爸看见怎么办？不是让你爸看见，那肯定是非常生气啊，师傅兄弟。擦啥了？兄弟你也不讲究啊，你也不把我当个人了，你昨天想咋跟我说一声呢？没醋啊，没醋，你这。 口红印，谁家姑娘啊？长啥样啊？长得这脸圆圆的，妈，家里边干个小超市。进展到哪步了？还差啥不？差他爸老耽误事儿，跟他闺蜜稍微亲密一点吧，老头就出来坏事儿。这老登挺操蛋呐！你这样吧，你哪天约他，我跟他唠唠。不行，我收拾收拾他。我就怕你到时候下不去手。那有啥下不去手的？我肯定能下去。